用，做新闻工作有十多年呢。其实是下个爱感觉喜剧、音乐、舞蹈，那是亲戚庙的。俺认识的许多跳床人，没想到有人跳下来认识一人，跳下一了解跳床的世界有一想人呢。演员黑马哥，包括戏剧理论家阿涛，是讲过以演员演员如像是运动员，由内在情感的运动员。演员的训练如何为好能用的好好的运用身体性、物质性的情感能量。今天的节目呢，来带大家去认识两个跳床师来演员，看他身影能用的训练期间用的听音演员。你有听说吗？没兴趣，真的不想知道。你干嘛不自己去听说就好了？在跳床表演的西来演员有真多，算作艺术来算，个个都有团员无穷样的特色。今日我要小家的是上海粤剧团的艺术总监魏尊展。魏尊展2003年团同学向下成立的上海粤剧团，也下是台湾众神推动中该数年注意的跳床变土团演员。以在舞台上的演出不会唱歌又有爆发力，以参加演出的作品还也被列为台前艺术奖，总的说是数到前天。我听说魏尊展有过特别的训练方式，以及练武术，也这个呢是一人跳团副区的公演，他把有个体验打开过程路体验打开，我们来一起你看那是俊展，嗨，打扰到你了。哦，不会。你在打拳？对，我在打拳。哦，我有听说你有就是很特别的训练自己的方式，对不对？为什么你会练武术啊？一开始是因为我演戏受了很多伤，年轻的时候我都乱练身体。演戏受伤？对啊，伤到翻来翻去，跳来跳去，然后有武打的就硬练。哦，对，然后后来有人推荐说，太极可以复健。嗯，对，然后发现你会全然的了解放松是什么，然后越放松越觉得越有趣，然后我觉得对演员很有帮助。放松了就有一个内在空间会打开，所以那个松才让你可以去观察人家要怎么出。对，而且那个观察不是用眼睛，是用touch， 你碰到了，然后你会知道他要去哪，他会告诉你一切的讯息。听起来还蛮太抽象了吧。对，很哲学性的东西。那你要不要传达一些这个你体会到的东西给我，我可以学一点。哦，好啊，当然当然。尊展对练拳好多的在乎，改变了他对武术的看法。一大帮练拳来了解养生，而养生元素强松。俺的演员为韩国剧、韩国出剧如表现出以感觉多的黑马格，头下对太极拳有会初步的认识，也下我要来上个难一系列的课程的哟。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要逮捕我的人，你要把我扣住，你会怎么做？扣住。对。这样。对，所以通常我们会处理他的手，对不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可能会做这样子的事情，对不对？对。所以我们现在来做这个练习。我们刚才不是在旋转吗？对。所以呢，现在请放松哦。放松。我会抓住你的腕跟肘，然后我会旋转你的腕跟肘。现在这边是弯的，我要把这空间打进体内，所以你要把它消化掉，所以脚不能移动。消化掉，脚不能移动。感觉看看哦，是消化是指，所以呢，反过来你抓我看看，我要对这边对这样子，那你会带动我的身体对不对？对，所以一旦我知道我要背面要面对你了，这是很危险的。对，没有动物会背面面对敌人。所以你继续转，我就会转。哦，刚说发生什么？我会利用你的，你给我的力量，延长它。
所以武术有去讲。对，所以其实这是一次双人舞。你都在用别人的力。对啊，你要把我转过去，那我如你所愿，而且还加速转进来，我把这力量还给你。所以你创造了一个一条蟒蛇，是你发动的。我没有预设我要这样，但如果你要去那，那我只好这样。对。哦，好有趣哦！你刚刚有讲到动物，对不对？对，我们有个动物转化的系统。是因为你学了武术，所以延伸有这个表演。在我没学武术之前，我们就开启了一个这个系列，想要研究以前的各个人怎么研究动物，拿去做什么。那学了武术之后，更有更多灵感。哦，对对，很好奇，就是这个结合会是什么情形？嗯，那我可以看看你们的训练方式。当然当然，欢迎。太好了，太好了。反正刚好排练场在附近。对啊对啊，那我们就好啊，剧团看看，没问题。好好好，走。阿尊赞上出的通过转发，唔免希望演员天天替转发做表演技巧。因为杨洋此等用自家亲友讲述的通话来练习，大鹏应宽团设计去练习，亲密进入通话的神妙状态。好多尊长本人的可能一团样片，如系包团利用，也个上夫了晒的歌唱。阿姨问阿人，我相亲攀法去注意啊，两种通话，每等人我选一种。爱先利用啦吼，更加本人是分数，我去想办法好，先来通话给用诶，免得如我想想，过一难个唔知，等下会变作用嘞，更加太家已经提练嘞，更加把握时间来去练嘞。哦，除了日常的小动作之外，可以去探索一些简单的事情，像是警觉的瞬间，然后日常行走、小跑步或是非常放松的行走的差别在哪，以及。要开始快速奔逃时的第一步的动能怎么处理？因为真的跑起来的时候，已经超过人体可以处理，所以去感觉从行走到跑有四个阶段：缓慢的、日常的，然后警觉准备攻击的，到奔逃出去的第一步。而当然，或许否行走，你就已经可能有两三种不同的策略去强调不同事情。我们先来做一个观看，所以你们是彼此的资料库，所以如果你觉得别人有更好的，直接偷来用。提练习的过程当中，有得看起来各种各好好的动作，看姜的度、红的用的、沙屯笨蛋熊熊的用的、手掌太麻，是由一面转头下样片度红的通过画面，听听的引起词，请出按用的来用自家的眼神、臀数脚来吞一张通过表现出来。他有处理尾巴，然后他处理尾巴的时候用很小的动作，但是我们 catch 得到，嗯。然后我觉得他的手因为有一种很有趣的骨节的感觉，是他特有的，所以他的手本身有一种羚羊感。嗯，他本人就蛮羚羊的。对。一下轮到艾乐表演羚羊的动作的哟，大家看得出艾体有好麻的动作吗？艾做的是一只色彩的过后本了包球的羚羊。唔知阿尊生对我一只羚羊嘅表现有乜嘅看法呢？他膝盖朝地，他的重心就放到前肘，就不会去碰他膝盖。我觉得可以偷他的手的某种运动，他走路的时候。有一个肢节可是用，它不是走平均的，然后我觉得是动物会有的，羚羊会有的，对，然后我觉得它是一只蛮敏锐，可是其实又老实站在很放松的地方，就是它此刻超像的，你不觉得是羚羊吗？Oh my god！ 来了，羚羊。成功转化做羚羊过后，艾罗进入下一只阶段了哟。阿尊长讲，其实有几多武术同瑜伽，如系对通话的行为演变过来嘅。
错哦。我眼神很沙哎。变出来。昆哥的同好大家林用强发过后，接下来我要来为大家带来林用 TV 的一家。好，我们欢迎。他们比较凶残一点，你可以走灵性的路线。好的。那我们给他一个瑜伽的一些伴唱，好不好？大家好，我是易容。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个从印度传到西班牙的米加萨杜加萨学派的瑜伽，这叫羚羊体位法。羚羊体位。那侧面可能大家看得比较清楚，所以我就用侧面来。摄影机在这，所以我的头朝这边。第一招是羚羊吃草。招式，羚羊脚痒。第三招式，羚羊发现有危险。羚羊 in danger yoga。哦。第四招式，羚羊真的有危险。羚羊。原来刚才危险是假的呀，羚羊真正有危险。那不就是羚羊破盖吗？第五招是，第五招是羚羊彻底有危险。哦，对，羚羊被捕杀。第六招，羚羊被分尸。啊。羚羊体位法，谢谢大家。感觉羚羊分尸是可以解决很多下背痛的问题，对不对，大师？促进下背痛的血液循环。当你进到了剧场，然后你会越来越发现，你不是只是在做狭义的走进一个黑盒子建筑物里面演戏，剧场是观看、讨论，然后解构、再重新建构的空间。所以他在练这个内在空间，所以你会发现你喜欢的是广义的剧场，所以我也可以不以此为生，可是我去卖车轮饼，可是我有创造性，所以我可以让车轮饼变得很有趣，我也可以是一个很棒的家庭主妇，但是我有创造性。我觉得他在让人有创造性，让你眼睛发亮，让你可以好好活下去，像个人。我觉得剧场是这样，所以我喜欢剧场。那你觉得你是怎么样的演员？哇，好难哦！为什么？我觉得是考试。哇，我觉得我是一个怎样的演员？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刚演戏的前两三年，你满脑子都还在自我证明的时候，人家又跟你说你有天分，你又很努力，你拼命在冲，然后大家都跟你说，哎，剧场很难活，你要做这行吗？然后那时候你就会有一种自我证明，觉得。那我就当最好，当最好的不会饿肚子。我就拼了命的，什么东西吸收我都拼命学，然后把它做到最好，每一档戏。然后我想说，金世杰会饿死吗？不会。李立群会饿死吗？不会。对，小时候看他们演戏嘛。对，徐彦玲会饿死吗？不会。我就觉得我就当最好的。但长大之后，你发现没有最好的，就是有的演员身体很好。他是一个肢体派的，他一辈子演这个也就够了。有的京剧演员也要看京剧，非看他不可。可你不会期待他一定要去做小剧场，所以你发现演员里面还有好多好多人生的选择。然后我们都希望一个演员要什么都会，其实那是一个理想，而这理想有时候让人焦虑、漫无边际。所以你知道拼了命的把自己丢进训练，然后你最后又被骗了，因为你又开始只想证明自己。所以我现在觉得我不需要当最好的演员。
可是我要当一个忠于自己真实想表达事情的演员。提剧场春演按导演过后，阿尊正和黑熊做一对本本参演才给起家，正式被黑熊发配演员。伊按三忙大兵，大家如看得到。除黑演出，伊咪开始接触剧场编导嘅工作，同观众讲故事，咪对亚当中编出韩国多新式的创作。我觉得还是一个敏感度非常高的，然后很也是一样是用脑型的演员，他对于材料本身有一个好奇，意思就是说他其实有一点就是偶戏创作者的那个感觉，就所有材料的所代表意义，或者说他可以怎么样去玩这件事情，他是很有想法的。对，所以他会忍不住想要用这些东西来说故事，对，来去表达。过后，因挑战自家戏路风格的阿尊赞，下后每提自家的剧团都方，上出上系以自家的人工的戏，来看呐，伊系用呢用人工的来巩固。我尊赞嘅上届嘅剧团都好有出戏，伊能准备好去国外演呢。今日排练按不亚类大包出国的哟，也出戏很多欧美亚航员，向下来看那是伊能彩排嘅过程。也是伊能彩排的哟，我操伊能，也先来看那是伊能嘅作用能嘅戏。各位蚵仔们，你们真的相信后甲存在吗？后甲真的爱我们每一颗蚵仔吗？爱，壳就会关起来。哎、欸，没问题啦，啊，到了明天壳啊是怕亏啊。老蚵仔呢？出来面对。老蚵仔呢？出来面对。为什么海水越来越热了呢？为什么？啊，这两摆才散，啊，这摆。阿尊赞为作为戏改导，没做过改导总角色，对舞台剧也是抢一只角色的戏，甚至都人工的戏，跟做一只角色如同接数一百新的任务。对运用呢来做出一个角色，阿尊赞有以自家的一套做法，加以有运用呢提到出戏，同到底戏出的人物度方来出出演演呢。我觉得退出跟进入的难度不一样，对，但它都是得用很慢的方式，我无法很快速，所以像我得当我要做一个戏，可能这三个月我都在这个剧组，我得每天有自己的仪式。你是说某种固定的仪式，还是像是它 range 很广哦，包括可能好，我记得有一次当我要演哈姆雷。然后我每天去到排练场，大家会暖身。可是暖身前，我就要先暖过一次。我要有自己的一套暖身，为了哈姆雷。哦，为了这个角色的暖身。对，我为了他建立自己那一套，我必须经历一个放松系统，然后经历声音，经历什么，然后经历台词的音乐或干嘛，然后接着我才去跟所有人一起暖身。哦，对。那要历时多久？就是这戏演完。哦，真的。到戏演完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场早上起来你还是要经历这个，然后因为时间很长是慢的，所以它会慢慢在改变，又或者那一次我想试试看某一个演员训练系统 Michael Chekhov 他要召唤某种圆形动作光或能量，那所以你就会开始搜寻，然后你就会一直有某个时间你是要给这个系统去感觉属于它的圆形动作，然后你要有机会再练习，然后这些都是额外要花时间，那跟你进排练场跟导演工作无关。
心。这件事情就坏到跟杀死国王又嫁给他弟弟一样。陛下，看，看这张脸，看，这是你的前夫，何等雄姿英发！一个杀人的恶棍，一个敌不上你前夫200分之1的贱货，一个宫廷里面的吊梁小丑，一个窃取国家多数王位的贼。他从架子上拿了宝贵的王冠，放在自己的口袋。可是你看，你母亲一脸惊慌。你看到了，你看，他是我的父亲，而他穿的跟圣洁一样。然后像之前我演另外一个，可能他叫 Bent， 他是浪迹天涯，在讲纳粹集中营的同志。对，那个我其实得看大量大量的东西，我看小说，我看影像记录，我看文字，我看摄影集，对，然后我去看长达很6小时的纳粹纪录片或干嘛，然后接着我得常常花时间让自己穿梭在某个时空里的某个特殊地点。然后我其实会看到什么，然后我有多饿。演的时候你还没什么感觉，你试着要演饥饿，可有一天我在排练场，我突然发现了饥饿，那感觉很棒，就是你突然意识到他那么饿，就那就不是你假装在饥饿，而是所以他会怎么舔那个碗的每一滴东西，然后他不会只舔一次，他会确认每一点点咸味都被他吃进去了，而在那个过程中被一个人看见，那是很不堪的，而他还想维持一点点尊严，所以他怎么样假装很镇定，然后看到了一块面包，光是看到面包全身都有感觉，然后口水怎么样在里面，然后当你拿到那块面包之后你会怎么吃，然后吃到屑屑掉到地板上的时候，他地上一定都是沙，然后他会怎么样把沙跟那些面包屑全部吃掉，然后再吸自己的手指头。我有一天排练突然发现了，原来饥饿长这样。你那个朋友，我也一样，变态，是怎么会？把东西放下来。很好，把帽子脱掉。我的帽子？对，你的帽子。是长官，把帽子丢出去。不是那边，把你的帽子丢到铁网那边去。铁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忍。铁网马上。铁网。是长官。变态。是长官。把你的帽子捡回来。尊赞对稻翠希所付出的努力和推加，基金不但抢黑希了解基业故事，以黑款基业故事黑马给人台，一路黑马给人台的人，还此人以爱作为人物故事的经过，以咩经过的。小姐是众神台的西来演员，等一下的路来小姐一带，提交从表演的26年经验丰富的西来演员。
成功后，客场从强苏的支持西来演演发，替客场作为归导人，到底伊屯客场有几次乜嘢关系呢？发支持客场演演，退替发工的必要。18岁加入被退替发客沙过后，就开始一座演演的人生。一座演演作为26年。也是穷下来经验花屯桥床所编织出来的精彩人生。观众朋友看到我身上非常的长发吗？有一出戏伊完全如何做按你的衫来表演哦。啊，乐意的，乐意的。哎，有答案呢，感谢，谢谢花。你好，易容。这出戏你们就是要穿这样子的服装吗？对，这个就是个大家都知道，这是小时候玩的那种纸娃娃，对，对对，好怀念哦。对啊，然后因为你穿这个衣服啊，你的身体就会被局限成2D， 对，所以你的动态呢，你的手啊，你的脚完全只有在这个平面，对，你的移动也只能是平面的，然后你的手的动态呢，也只能在旁边。哦，哇，这样也很难想象哎。那除了这样子走以外，还能来，我帮你拿，好，你可以示范一下吗？就是你们会怎么？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设定的话，这个整个人的状态就会变成一个偶，对，所以你的。你看一开始是 2D 对不对，然后其实你手可以到前面，但是问题是你还是在一个平面的状态，有没有，然后你的头动态就有一点，其实它有点像机器人哦，先想象自己是机器人，所以你的动态可能就是哎，机器人机器人机器人移动移动啊，看到东西在那边啊，惊讶，会有一些反应，可以用你的手啊，用你的头搭配的做演出。哦，好有趣哦。对，发你们在这一出《请听我说》里面，虽然手是一格一格，动作一格一格，但是你们的说的话又很不一样，对不对？都是押韵。对，因为那个当初王家明在做这个戏的时候，他选的形式就是台词从头到尾都是押韵的。虽然他故事其实很简单。它故事其实是一个通俗到不能再通俗的，完全没有看头的一个故事，故事情节，也就是两男一女之间的三角恋爱的问题。然后只是它呈现的形式很有趣，比如说在视觉上，他们衣服就是像这种纸娃娃的形式，然后在台词上面，它从头到尾都是押韵。不然我现在讲一段给你听好了。好。啊，爱情啊，爱情，你一点都不文明。我心中有一头野兽被唤醒，想小心翼翼拥你在怀里，撕裂扯烂所有想接近你、拥有相同欲望的野兽，只剩我和你。有没有？他整个，他其实在讲的，他在讲爱情这个东西，可是他用一种韵文的方式去呈现这个东西，从头到尾都押韵。但其实这个对演员有个困难，因为其实从头到尾都押韵，不能忘词。不是不能忘词，有时候你会鬼打墙，因为都押韵，有没有？你就觉得现在，我怎么又讲回去原来的？所以这个、对那个东西脑子要还蛮清楚的。对，因为不能跳到别。在正式的演出，我们就曾经发现，演突然间跳了一段，因为台词都押韵，所以你有时候在那个韵脚里面，你就会迷失了，然后就跳了一段，然后又跳回来，又跳过去这样子。不过因为我们都已经演过很多次了，所以就是大家剧本都很熟，所以就是还好，不过可能有一些小惊慌，但是也不至于到惊险这样。而且它的确很适合芭蜡的戏，对不对？因为这种的服装，但你的有点不同，你这边有几个好，因为我这个角色呢，到最后因为他真的太通俗了，所以他最后一定要死。就是他会被他莎士比亚，对对对对对，他就是，所以他是被他的好朋友枪杀死掉了。我这个角色，所以当枪一打下来的时候，就啊，你的血就会流出来，血就流出来，因为我们整个东西都是2D 的，有没有？连我们的血都是2D 的，好有趣，对，被打了好几枪，总共被打了4枪，4枪哎，对，所以就是这最后的结局就是这个角色他被枪杀，然后他就死掉。好有趣哦。所以我要来学这一段吗？就是我觉得很有趣，就看你刚刚
这样子动态跟动态，你就你可以试试看、啊，没有你就可以试试看，就像你你跟观众介绍一下你今天，对对对，由亚维黑发，我们今半夜而来吃个黑。民族的恩用的公巴，我就像一段就变切。对，因为你还不习惯，所以你因为你的身体跟声音会习惯连在一起。对。但是你要练习到你的身体跟声音是完全分开的。对啊，但是有时候又可以连在一起。嗯，对对对 对很困难，我觉得很困难，因为只要你的手，因为你在想动作要接，对，所以你的声音就变。有也会跟着，因为你身体声音会跟着身体一起动。对，嗯啊，我们练习减散好了。好，刚刚有看那个头都有髋发仰波哎，哎，很弯 Q 才可以哦。我现在要减了吗？哦，下雨了是吗？我很怕把它折断哦，卷不起来耶。谢谢。糟糕，我已经淋湿了，那好难哦。对啊，我刚剪不起来。因为其实你要弯到很弯。哇塞，好厉害哦！我再剪。不要勉强，不要勉强。真的没办法，太厉害了。对脱胎好意思，发作的工提所有的时间，路边阿提敲床度风。对开始出来表演多见，佮见做过九十人出戏的。伊还讲，伊做大个角色，路做唔会难。伊按坚持的精神，真经看到人该屈服。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大礼堂门口，演唱会那天才刚唱第一首，见他牵了一只狗，由西往东走。那只狗好像叫做 Disco。他停在我面前，看我弹 keyboard。那晚他笑口常开，热情活泼，我第一眼就爱上他的大方温柔，所以那晚有他的 party， 我格外卖力演奏。或许因为这样，两个星期后，爱神的箭就射在我和他的心头。没有人像我这么坚持的，就是一直在做剧场演员。因为大家记得，其实现在的做表演这件事情的路相对来说宽很多。对，就是你可以做剧场，你可以想办法去拍电视、拍电影。那因为就现实面来说，你做剧场真的收入会比较艰辛一点点。对，然后跟相对于做电视、做电影，所以。现在大家想要做表演的人，其实大部分都会想要转去做电视电影这块东西。那我就是从一开始做剧场一直到现在，我都还很坚持的一直在剧场里面做演出，而且在剧场里面演出也都感觉上也都还能够衔接得上，就是演戏都可以一直有在演，所以就一直待到现在。我觉得很有趣是你一直坚持这样做，然后的确我们也在剧场里面看到你非常你的角色很多功能，哎，就是你演过的角色好多面向，然后那个范畴很广，你觉得导演都会选你去从事很特别的功能？对啊，作为演员，对我来说我会想要成为一个很可能就像你讲的多功能的演员，就是说我希望我不只演某一种类型的戏，我希望我每种类型的戏都可以尝试，不管是讲故事的写实剧，不是那种很诗意的剧场的演出，或是很肢体的，就是没有语言只靠肢体的，或是很抽象完全不知道在干嘛的演出。我觉得我希望在这些不一样的表演形式里面都可以做游走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每一种表演形式或者说每个剧场的演出都有它不一样的魅力存在，我会去探索这件事情。有关杨洋的出路，发美食上的转弯跑脱以天使剧发展，不过最迷还很现以一定高级的舞台剧，伊每演训练一次架，希望做一对全方位的演员。
伊要提起从安度日天出有意生存的脱离，来谈看那安度土人对伊有乜嘅看法。他是一个非常能够吸收导演的指令，然后同时他能够去思考说，哦，这个导演要什么？因为其实，在台湾的剧场里面，演员他不是专属一个团体，不是专属一个剧团，嗯，所以说他通常必须要接很多的其他导演的制作，那每一个导演都有每一个导演的风格，嗯，那发对我来讲，他是一个身经百战的演员，所以说他很能够去适应每一个导演的他要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他是身上的所谓演员的技艺这件事情是很多的，就是要讲技术的话，他是非常有技术的演员。是一个聪明的演员，他是用头脑在排戏，也就是说他会很理智的去分析，或者很理智的去找到方法，所以那个时候跟他合作我觉得很棒。当然他自己本身身体的掌控度也非常的好，对，所以当他创造出来一些角色，比如说比较风格化的或类风格化的形式，跟偶在一起就非常的合。我哪来了？我，我唔知听唔听到。秦科长啊，刚才在 QQ 搭上网外部是否？嗯。嗨，秦科长，你开心吗？请你怕的那你吃苦的那你吃苦的你记得要请你的当你的我请你的卡布萨卡布萨。我觉得身为剧场演员，当然我的希望就是我每个做出来的作品都能够感动到观众，这是我做事情一直以来的原则。花的风格不是风神露露的，也是贴在顶层，不过他总是从他自己身的表演所来转化作各种角色，而观众见白看到他如感觉规模相同。终于红白玫瑰又恢复了应有的和平芬芳。再会，我们立即撤出这神圣的国会，感谢各位民众为我作证。观众朋友，我做的一身衫是咪非常的正呢？我啊，伫半夜爱囤花，捡下来吃看呐，安尼都带爱用来做戏。花 ，Hello， 嗨哟，你们这样演戏好困难呐、啊。没关系，练习练习就可以了。得，嗯，你今天中午想吃什么？还是我们出去找一下呢？好哦、嗯、我们等一下就出去走一走。好，太好了、嗯、那吃完饭你有想要做什么吗？啊，我刚刚不是有跟你说我平常有在上课吗？对，我今天要去上那个肢体课，怎么样，你有兴趣要一起来吗？肢体课该不会是这一种吧？不是，是另外一种，不过很累的哦。是吗？嗯，好啊，那我们来试试看咯。好，那跟我走。好。嗯，然后丽蓉，我们来到这里了，换了另一个场景。对，这里是水池老师的教室。来，水池老师，欢迎老师。你好，老师丽蓉。老师好。嗯，听说是很可怕的课程是吗？没有了，没有了。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教你认识自己的身体。然后我们从脊椎出发，照顾自己的脊椎开始。嗯，感觉是我非常缺的部分。
每个人都需要。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大家都有一直警告我说会很累。庄老师手下留情。松松松松，七，好，掌间打开，一，看好，松，再打开五，膝盖内侧，大腿内侧，往大腿方向，四 ，and one， 蹲蹲蹲。蹲蹲蹲，打开，沉下来一点点，八 ，and 一，再沉沉，蹲蹲蹲蹲，五，六，七，八，加上手，好，双手往下甩，手肘推直，加油，往下推哦，好，都在你的手肘，对，站站走，推推推推，好，腰，腰的高度，推推推，吐气哦，推推推，再甩，脚轻哈。来，胸椎走，二，推直，推推，再甩再甩，七八，嗯，斜前走，二，来，手往前拉长，拉长拉出去，来胯再多一点，拉长，手轻朝下，正上，一，啊，手从脸前面往上甩，往上甩，加油哈，不要憋气哦，加油，推出去，来，手轻慢慢相对，再推，再转，二。再推三，再转四，好，从这里再转，慢慢上来，二，往正上方哦，掌根合住，掌根合住，来，手再转上去，来，五，六，肋骨收，七，八，好，右脚走，双膝往前，顶住哦，顶住，好，慢慢推，走，好，好，加油。有开心吗？啊！我上一节课前，花露燕同我讲，也是一节改听头的课哦。可能开始，我录几件上多很派派的。上课当中，先生们会指出我出力有哪些做茶的，安尼我能会用到歌词的几拳来出力。花对自家的眼神和数据训练的要求，真件不爱会感动。因为我们是陆陆续续来上的，因为就是有时候我忙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办法上，那有时候老师要休息的时候，我空闲的时候我也没办法来上，对啊。他来就很好，底子好，底子好，很努力的一个演员，是真的。是晚辈，你是吗？哈哈哈哈哈！剧场嘛，但是就是我觉得是陪伴啊。对我来说，我无论去香港或澳门教课，我都说我们是来陪伴跟倾听你身体的故事。对，那发有他的身体的故事，对，那只是在这个细微里面，他可能他也明白有些也不是关卡，只是一个好像。不顺，然后陪他走过，或者帮他一下下这样，对，然后回去继续工作嘛，然后又累积了，再来，对对对对对，一种进场维修的概念，一遍，好吧，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也可以叫我剧场的常青树。活在戏在，活死戏亡。哦，钱，汤啊，汤啊，不舒服啊，不舒服。爱这里呀，爱这里，跳一下，跳一下，流泪扑倒，流泪扑倒。国剧甩头，国剧甩头，长裙旋转，长裙旋转，左手轻拍，右手背，七级海风吹发梢。轻轻为他唱首歌，背点双手，远眺腹式，唰！你先看一下你要点什么。我先说你什么都能点，但是就是不能点我。跳床床墙书，会做会多按床脚，如何认真以应要求而设计。韩国以我以七家应改编，每认真以按达标，韩国做马嘅路唱马嘅，
故作提交从解，替家人为上场而倡议。我觉得在台上没有所谓谁比较重要，谁比较不重要，而是说你今天要负责的部分是什么？你要把你的部分做好。你今天在台上，你是要负责抓重点的，那你就要想办法抓，想办法亮出来。那你今天是要在旁边帮忙帮衬的，那你就要把它帮得好，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是，譬如说我对表演这件事情的探索，我会得到乐趣，然后那个乐趣可能我不知道。不太会跟人家讲，因为那个东西其实是很私密、很个人、很在里面的东西。但是我觉得那个喜悦跟那个有趣的东西会带给我很大的乐趣，这样子。人才爱中黑过多，演员一定重要嘅，还会处理各色的声道诶。不过今年小家嘅两个谁来演员，每如果要求自家体现太空嘅锻炼，大鹏同自家嘅连接，伊能体悟太空，如果韩国自由来运用自家嘅眼神同触觉，表扬到韩国有力，韩国强。